好，超级循环赛的最后场比赛，那大家也一起呢好迎接明天的中华队的金牌战。那么这最后场比赛的对战日本队呢是以5比2获胜，那全场打了7支的安打，那攻下了5分。那么先发投手曾伟哲呢，当然今天的表现呢是相当出色的，5局只被打2支安打，失掉1分而已。后援的王彦恩呢也是2局啊、哦、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尾。我们请邱平潘玉兴来谈一下这场台日大战。对，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日本队的投手高桥王希他的表现呢相当不理想，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台湾队趁着高桥王希不稳的时候，从他的手中攻下了3分，那接下来又才从陈王成的手上拿下2分。那日本队这一场比赛他的打击并没有发挥得很理想，那最后就是中华队就是以5比2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那这场比赛呢，当然中华队呢整体的表现呢是相当不错，第一局攻下3分，第二局攻下1分，第三局攻下1分、哦、那日本队当然在第一局攻下1分，第六局呢攻下1分、哦、然后当然最后中华队当然今天也掌握了包含像40球或是高飞牺牲打的机会拿下分数。对、哦、那像日本队今天其实守备上的表现虽然说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稳定，只是说有几个小瑕疵没有掌握到，那中华队今天表现的是相当的优异啊。那曾伟哲也恭喜他拿下了这一次大会的第3胜，那应该也是这一次的胜投王。那接下来明天的比赛，就看教练团最后会决定让哪一位选手来担任先发的工作。那这一分就是日本队在第6局拿到的第2分，我们看到最后一球，那最后中华队就是以5比2拿下了 Super Round 的3连胜，那也是明天继续和日本队进行冠军战。记得要订阅高视体育 YouTube 频道哦。